張幾耐咧？我諗個始終仲係冇得變。告诉你们哈，在越南如果是汽车跟台湾那么便宜的话，全越南从南到北哪里都是汽车。已经是这，已经是那么塞了。我们重点是政府没有钱。黑了就全部都是在私人的口袋里面。在越南早上我们经过那条高速公路有没有，只是70公里而已。在越南建1公里的高速公路$2,000,000，一公里哦，厉害吗？全世界最贵的，人还建不好。200万，但建最多也是30万左右，不到50万的。就是代表，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代表越南的旅行社来欢迎各位以后有机会过来，来到越南多吃越南米，多吃越南菜，来到湄公河去游泳啊。顺祝大家各位回去再快春节，然后过了一个开心温暖的幸福的农历年，好吗？好的，我们越南这边也是过农历年，跟越南中跟台湾一样啦，但是我做的这个行业的话都没有休息的时间。等一下记住有买上水果的话就尽量在这边吃哦。虽然是在这边可以上飞机，但是到台湾机场的话他会帮你拿掉哦。第一，第二的话你们买的蜂蜜啊就把再放在行李箱里边啊，托运。第三的话就是进去我只能送你们到这边来，然后不能进去由我们李先生安排你们在里面办登机手续啊，然后登机手续的话，一人里边没有坐团的，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护照、签证来去排队，做好自己的手续就好了啊。还要留恋越南的吗？留下来啊。留下来的话，到我家里吃去吃饭，
江奔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你就好哇，感谢感谢啊，越南话就感恩感恩哈，感恩感恩，感恩感恩。来到时间刚刚刚刚好，感恩刚刚好，好，那注意自己的行李啦，买的东西啦哈，都把一起拿下来。然后我们车的没就没有回头路了啊，注意一下吧啊。是是是。好，新年快乐了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对对对，拿着枪的镜头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。到过新年，人人好，对吧？过新年。咚咚咚锵。大红包，小红包，一起一起一过来。